我们都已经在外面坐这么久了，你不准备邀请我去你家坐坐吗？不行，我妈说你不是个好东西。那是因为我是你爸比啊，请来监视你们的私家侦探呀。啊，所以你不用听你妈比的话，让我进去吧。可是你放心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只蹭蹭。不行，你家的 WiFi 啊，那可以。然后我们一起搞。不行，一下你家的卫生啊，那可以。累了我们就躺下来坐。不行，瑜伽这样就可以放松身心。我觉得你不像个好人。为什么？我这么阳光帅气绿色健康，那你能先把你手里的东西放下吗？我草啊，草率了，这是我带的瑜伽绳，我忘了把它收起来啊。我觉得你应该是进不了我家门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去我家，我可以让你尝尝我的意大利泡啊面，我亲手做的可好吃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么短谁想吃啊。对不起啦，跟你开玩笑的。当你踩扁了一个塑料瓶，跟他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他会复原吗？那我应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只需要你用嘴给他吹吹就好了。哎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昨天邻居家的小母牛跑出来了。是呀是呀，那小母牛跟发了疯似的到处乱撞，我刚好在回家路上跟他遇上了。哦，那你后来怎么样了？后来我把它炒了，料拿出来给他吃，吃饱了就把它牵回家了。哦，你们看我牛逼吗？你有我就看。哦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喜欢上你啊的勇气了。哦，还有你啊的女朋友。哦哦，我的意思是想告诉你，你被你的兄弟绿了。我好像就你一个兄弟。你还有脸笑？好吧，从现在开始大家都文明行事，谁再说脏话谁就是傻逼。我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。这样啊，其实我期末考试没有一科及格。脑子是个好东西，我希望你哦吃火锅的时候多涮一下，不然有寄生虫啊。其实我已经谈过十个男朋友了。我去你大爷的哦，家里看了一下，他老人家的身体真不错啊。其实相比你，我更喜欢隔壁王叔叔。妈的智啊，智慧树上智慧果，智慧树下你和我啊。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刚刚你已经说脏话了吧？哈，怎么可能？妈的智，说了吧？没有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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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家里三个孩子都不是你的。What？老师，我前几天胃不舒服，然后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，吃软饭是没有前途的，才不是这种弱智的问题呢。哦，是吗？那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。请问一直吃健胃消食片会吃撑吗？当然会，而且吃多了会中毒。说到中毒，那请问用毒蛇的毒毒毒蛇毒蛇会被毒毒死吗？你搁这发电报呢？你觉得用电鳗的电电电鳗电鳗会被电电死吗？那在彩色 LED 灯上放一只变色龙，再在变色龙身上放另一只变色龙，变色龙会随着变色龙变色而变色吗？最后会是哪只变色龙跟着哪只变色龙变色呢？你摸一摸变色龙，哪一只变硬了，哪一只就变色了啊？真是没事裤裆里摸蛋蛋，高手啊！你们不要以为问我这种缺心眼的问题就可以难。我教书这么多年，什么样的问题没见过？刚好我们还有好多问题想要请教你，随便问。请问过期的敌敌畏是更毒了还是不毒了呢？毒不毒我不知道，但是不论你喝哪一瓶都活不了。导盲犬禁止入内是给盲人看的还是给导盲犬看的？是给门口保安看的。孕妇打人算群殴吗？不算，照你这么说，两个孕妇打架难道算聚众斗殴？那他们如果吃止疼药打架会痛吗？会痛，止疼药又不是麻药。玉皇大帝住平流层还是对流层？阎王爷住地壳还是地幔？孙悟空被压住了怎么大小便？二郎神怎么做眼保健操？这他妈应该是碳基生物提出来的问题吗？空腹可以吃东西吗？不可以，建议你先吃点屎垫垫肚子。胡说，明明可以吃东西。但是如果你要吃屎的话，我会在旁边给你喊加油啊。第一个喝牛奶的人对奶牛做了什么？啊，这还有呢，还有呢。眼镜没发明之前，眼镜蛇叫什么名字？冰箱为什么是柜子？冰柜为什么是箱子？黄瓜为什么是绿的？紫菜为什么是黑绿的？冬瓜为什么夏天成熟？狗子遇到警犬会觉得警察来了吗？我鸡孵蛋一直蹲着不会脚麻。杀人不眨眼的人眼睛不会干吗？喂喂，隔壁精神病院吧，我这有一般精神病，对，保底十年脑血栓，你们发了，漂亮。哼，上一次是我准备不周，这一次土味情话我必拿下。呵呵，口气还挺大。女儿加油，怼得她连妈都不认识。你真是我的亲妈呀。儿子别怂，你要是输了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今天我要跟你破釜沉舟，放马过来。
小姐姐，我能带你去一个地方吗？去哪儿？去我家户口本上。对不起，我不收儿子。你喜欢喝水吗？喜欢呀。那你已经喜欢70%的我了。你是不是没有把你脑子里的那片海算上？我觉得你像一款游戏。什么游戏？我的世界。我也觉得你像王者荣耀。为什么？一看见你就想打。哼，这是西瓜，这是南瓜，你是我的小傻瓜。这是鸡蛋，这是鸭蛋，你是一个驴粪蛋。这是我的手背，这是我的脚背，你是我的小宝贝。还有我欠了20000的花呗。居然使用物理攻击，为父坐不住了。你个糟老头子，坏得很，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草莓蓝莓蔓越莓，今天你想我了没？冬瓜西瓜哈密瓜，你再巴巴我打得你叫妈。众生皆苦，唯你独甜，尝遍众生，你为渣男代言。你喜欢瑞士名表还是我帅气的外表？我喜欢去年买了个表。卧槽，文艺复兴有内味了。蟑螂药老鼠药就只有我没人要，没人要去上吊，转世投胎会猪叫。我刚看了一部电影，名字是我喜欢的人的名字。什么电影？你的名字。我刚也看了一部电影，描述的就是你。什么电影？秒速5厘米。哦啊哦啊。我的土味情话已经修炼到了大成，马上就可以脱单了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土味情话，女孩早就不吃那一套了。哼，口说无凭，我的土味情话我自己听了都两腿发软。你还不信？有本事你对我说土味情话，看我一一都给你破了。哼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小姐姐你好啊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小姐姐你属什么的？我属狗的。不对，你是属于我的啊。原来你是狗啊。啊，确认过眼神，你是我爱的人。确认过眼神，我是你泡不到的人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爱我多一点行不行？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劝你死了这条心。你今天有点怪，怪可爱的。你今天有点怪，丑八怪呀呀呀！啊！我手上划了一道口子，你也划一道吧，这样我们就是两口子了。滚！我怕血融到一起，发现我是你妈。儿子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土味情话还差点火候。你看你爹我的，一把年纪了还欺负小辈，还要不要你这张老脸了？让我来会会你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高阶反杀。落叶归根，我归你，你还是归西吧。你知道我和唐僧有什么区别吗？不知道。他取经，我取你。你知道你和猪八戒有什么区别吗？不知道。没有区别。我点的东西怎么还没来？你点的什么？我们的未来。我点的东西怎么也还没来？你点的什么？你的棺材。我朝高手过招，招招致命啊。这娘们有点刚，看来我得先来点软的。不是吧，今天吃了泡面，吃了炒面，还是想走进你的心里面呀？吃那么多面，最后还不是变成大便？屎都有人拉，但是我的手却没有人拉。你可以把屎拉手上，这样既拉了屎也拉了手。看来软硬不吃啊。哼，我昨天去了一个岛叫不爱我就拉倒。我昨天也去了一个岛叫你可垃圾岛。你可真是老王吃花椒麻辣个屁呀。同学们，好久没有听到你们问奇葩问题了，难道最近蟑螂才进了？怎么没有？老师请问为什么自古红颜多薄命？因为没有人在意丑的人活多久。为什么每次洗完澡之后我都觉得自己变帅很多？因为你脑子进水了。为什么林黛玉倒拔垂杨柳的时候孙悟空没有让刘备拦着？可能是贾宝玉被逼上五指山的时候鲁智深刚被诸葛亮救出来。为什么女朋友的男性朋友叫男颜？因为蓝色加点黄色就会变成绿色。那如何优雅地表达愤怒？为什么黑色能吸引所有的光，却不能吸引我的目光？确实，黑色怎么能吸引目光呢？我操，什么东西闪过去了？哦，好黑，完全来不及暂停啊！我今天就不信我看不清楚。古人使用贝壳做货币，为什么不去沙滩捡？我想弹幕应该可以告诉你，沙滩上捡的币叫什么币？为什么没人说？哈哈，因为那是违禁词，他们发不出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张三在酒店叫了大保健，结果发现到的是他的老婆。这个时候警察闯了进来，请问张三该不该进监狱？不该，既然他们是夫妻，那么警察就没有证据。但是张三最后还是进监狱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张三一次性点了俩骂赛，这么丧心病狂的赛。那着实是有些刺激啊。这老师三个道士玩笔仙算不算钓鱼执法？手术成功率那么低，为什么不多做几次呢？为什么外国神仙横着飞，中国神仙竖着飞？我做警花的舔狗，那我算警犬？我今年才9岁，但是我已经有10年脑血栓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爸用下半身思考的时候也有脑血栓？好家伙，你们的脑血栓连起来至少能绕地球2圈。还有呢，还有呢，冰山一角为什么冰棍要5毛？九牛一毛为什么一斤牛肉要几？猪吃的叫猪食，鸡吃的叫金石，为什么我吃的叫零食？好家伙，这是诡计多端的理儿。太
好了，校长来救场啊！欺负弱智算什么本事啊？你们有本事回答我这个问题：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有公路没有母路？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母路。那请问小路是怎么出来的？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。哦，你们的意思是小路没有马？那可不。那马路是什么？